看到一个很好玩的新闻，讲那个大学生骑行的啊，郑州大学生骑车骑到开封，好像河南全境所有的大学都开始发禁令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消息呢，是令人感觉到这个非常好玩的。好玩在哪儿呢？河南应该说是小粉红最多的地方，叛逆者有是吧？不多，小粉红扎堆，这地方不比山东啊粉红浓度低。其实我们看到，无论是真实的说有万人骑行是吧，骑个50公里从郑州骑到开封，还是我们看到一些传说啊，说郑州的大学生把所有的共享单车都包下来了啊，所有的共享单车都是大学生在骑，往开封骑，有多少呢？有20万个共享单车。这个郑州有没有这么多共享单车我真不知道，我只能说一点，其实现在禁的不是河南全境，也不是说郑州的大学生往开封骑有什么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它已经形成一个全国性的联动，这个是最可怕的啊！中共当局其实怕的呢是串联，别的他不怕啊，他鼓动的串联最后都控制不了，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文化大革命是吧？串联到最后受不了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们现在已知的啊，就是网上能看到的一些信息，南京的大学生骑到安徽的巢湖，那么成都的大学生骑到都江堰，武汉的大学生准备骑往东湖，那么西安的大学生也计划深夜骑行到咸阳。其实两地相隔都不远是吧，你让他从这个河南骑到西藏估计他骑不了。但是你一定要知道，这东西在共军眼中就是学草。看起来这些人没有任何抗议啊中共这个集权的行为，一路上唱着国歌举着红旗，但你别忘了，所有群体性的事件都是这样爆发的。上一次白纸运动明显的是一帮抵制继续封城的人，而这次呢，这次没有任何政治倾向，他也提前预判了，万一你要是有人是吧开始喊话，开始在里面掺杂在一起，搞成一个反对这个集权的政治运动，形成一个学潮怎么办？我们之前看到过很多啊这种脆弱的例子，比如说2017年伊朗有人上街游行，他们其实是支持霍梅尼的政策的，但上街游行的人中间有人发出了质疑啊，认为伊朗花那么多钱找那么多外国留学生过来，然后包办他们的学费生活费，甚至还给奖励，有点像中国的这个之前森东搞过的学办制度一样是吧，现在国际留学生也是这样，人家瞎耽误功夫跑到你这儿来读几年是吧，把青春都耽误了，你不得给人钱吗？塔利班很多也是这样被训练出来的，你别忘了所有的这些宗教学校训练出来的学生啊，极端这个宗教学校，他在输出属于他自己的路线，那可能伊朗政府觉得这个划算啊，在我们要让更多的人跟着我们跑啊，别跟着这个沙特跑，其实他是因为宗教教义上的一些分歧，但是国民不支持啊，认为这个钱花得很冤枉，你应该提高民众的收入啊，不要搞得这个四面树墙是吧，这些声音其实很少，但是掺杂在游行的队伍中就不一样了。我们看到郑州的大学生接受采访的时候，有一个学生说，一个人我不敢，但是一群人我真行，这算什么乌合之众是吧，在街头运动中，街头政治中
突然就展现一个真我，民不举官不究放在一边是吧，法不责众在他们眼中是最重要的。其实在过去的整个世界，放眼世界来看啊，群体性事件演变为啊暴力行动的，推翻集权的非常非常多。那么中国政府每一次对所有人聚集起更多人参与的活动都非常小心。早些年我们看到在深圳有一帮红色青年是吧，来自北大的，来自一些名牌大学的，他们要发动公运，要组织真正的工会，被打压了。啊，许多人到今天没有声音没有图像，大家都不知道他们这些人到底去哪儿了，始终我们就没有在媒体上再见过他们。那这些人可以说是典型的打的红旗反红旗，对吧？你共产党自己说的事儿，咱帮你实现，帮劳苦大众争取更多的权益，这是你发动公运之初就开始的招数。现在对公民来说有点像什么，有点像这个明中期明晚期你再把这个洪武大帝的大诰拿出来一样是吧，要按照那个东西就生源不得参政。到明朝中晚期其实就完全不一样了，所有前期的禁令在成祖时代就被修改过了，更别说时间跨度那么长，你还把原教旨主义的东西拿出来说，你怎么不说中共刚刚建政的时候发布的这些东西他修改过多少回了，宪法都修改过多少回了。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事儿，它背后都有一些兜不住的东西。在中国所有类似于群体性的事件都会被再三的压制，它不是说你今天很危险，而是你这个行为很危险。现在不仅仅是郑州的学生啊出来搞这种夜游神一样的活动，全国的学生都在响应。青年是什么？最有干劲的时候，他们很热血，往往干着干着啊，有两个人一带动，情绪马上就向一个方向去集中。社会问题，中共不愿意面对的群体性事件突发在学生身上的时候，他是最难受的。不是说学生容易被人鼓动，他们本身也是搞学潮起家的，他们非常清楚学生在中国是一个焦点性的社会事件。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今天的学生，他们背后的家庭才是这个制度稳定的基础。家长好不容易凑点钱是吧，让孩子上一个大学，你对学生采取的行动，你会影响到多少个家庭？今天的中国，他要求稳，根本他不考虑你到底想干什么，他一直在担心的是你干他非常想防止不愿意看到发生的事儿。尤其是在大环境之下，很多人都在分析是吧，学生释放出压力主要的原因是对于未来就业感到迷茫是吧。其实我告诉你，大多数学生没有这些迷茫，不到这个毕业季他们根本不考虑这个问题，他们总在考虑自己的游戏是吧，谈个女朋友男朋友啊，人家想的就是这个，根本不会为了未来去发什么感慨。学生没有那么多愁善感，他们会考虑到兄弟情啊，有一个人带动，甚至不需要理由他就可以跟你走。那万一有人有心呢是吧，老奸巨猾的长辈，正在当权的共军的这些老人们，他其实想的要比你远，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你要把它类比成白纸运动，其实还真不一样。他现在做的是防患于未然，他心里比你慌。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都是一个乐子，因为大家都知道正常情况下三分钟热度，你就是给他骑个自行车，骑个共享单车，是吧，夜游神一样的来回游荡，开心开心啊，全国性的来两回，是吧，有可能就完了，就算了，本身就没事儿。但是这个政权已经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心宽了，他们非常担心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小石子丢进了湖面，更别说一大帮青年正在精力充沛百无聊赖的时刻，他们既然能放下游戏，他们就完全有可能投入到另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譬如说学草，甚至没有目的，仅仅是为了发泄。青春在这一刻绽放了，我们看到一个号称是全球啊最强盛的集权国家，他们的统治者也开始慌了。有的时候你真感觉到非常的可笑，他们当真这么脆弱吗？他们的内心一点点沉稳都放不下吗？在全国范围内，如果说引起联动，多少地方官、学校的这些有行政级别的领导要倒霉啊。所以他提前就要掐死你，搞得你看大家都在报道好像已经出什么大事儿一样，其实真的没事儿，现在仅仅是开始。压抑的啊，被压抑的人群完全有可能啊，利用这次所谓的风啸形成一个更大的高潮。好了，谢谢大家，再见。